娜姐姐。大家好，我是汉娜。欢迎来到田姐姐和汉娜的频道，我们回德国了。我也是非常想念大家，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虽然玩水玩得非常开心，但是我其实很怀念我们去年那个时候在北欧的森林里面采蘑菇的场景。关于整个西西里岛的这个度假的视频呢，我会陆续的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视频平台上面来给有需要的小伙伴们做参考，不一定是今年，反正以后大家要有机会还是可以去西西里岛玩一下，是还是很值得的。今天呢，我们在离永乐堡不太近的地方，我们今天坐的是一个长途汽车，应该理论上讲我们今天坐的是火车，从永乐堡一路开出来，开了可能20分钟左右到一个叫 Beringsdorf 的一个小村子附近的森林。已经被吃了没有，吃剩了，吃成这样子。今年苹果熟的也很早，因为阳光特别好，但是今年苹果普遍都很小，哎，野苹果普遍都很小，而且听说也很酸。我要试一下，看看哪个大哪个大。嗯，都还行。哎，蛮好的嘛，熟了耶。我也没啥。好，你吃我的。你试试我的。嗯，你的没熟，我的好了，是吧？甜了，蛮酸的，但是已经有点甜了，真的是熟了。今天苹果熟得很早，现在才可以吃一个。哇！我们今天走了4个小时，你知道吗，哈娜？竟然在最后2分钟看到了鸡冠蘑。什么是鸡冠？这个蘑菇其实是可以吃的。下面呢，那下面很嫩的，我知道啊，上面你想试试吗？哎，对，想试试看吗？好呀，你闻闻看。反正只需要试一点吧。试一点，试那半边的，那半边干净哈。嗯，那这上面呢，这个比较嫩的鸡冠蘑，嫩的是可以吃的，老了以后它就木质化了，那这种是可以吃的。对，好多水呀、啊！哎呀妈呀，这太水了！要、嗯、不行了，都一大盘了，我觉得那半边不要了，那半边已经长熟了，时间长了，这里稍微掰一点就行了。好了，好了，走吧，过来。可以啥味道了？不好吃啊！不行啊！啊啊啊！吃上去是有一点点像在吃鸡肉呀，你不觉得吗？嗯嗯。它叫鸡冠蘑，鸡冠蘑。嗯嗯。然后呢，它有一点点像在吃鸡肉，有一点点像在嚼苜蓿。对。就是这种感觉。等会儿吧，等会儿。哈娜，你去吧，你试过了是吧？我得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个，这一盆这个硫磺菌，因为硫磺菌我从来都没有试过。我其实是在森林里面之前看到过的，我之前也是和很多小伙伴们一样，以为是不可以吃的一种菌菇，但是在我的
购买过的所有关于蘑菇的这个书籍和 APP 里面呢，这个蘑菇都是可食的，只是它长得实在太像木头了，所以呢，我之前一直没有试过。大家看到刚才片头它那一把，估计就有个5斤10斤这样的，我们就摘了一些嫩的回来。但这个蘑菇呢？这个蘑菇呢确实是非常神奇啊，我刚才在烹煮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蘑菇炒了以后，不说炒，放水炖了以后呢，它不缩水的。它第一，它不仅不缩水，这个蘑菇它还吸水的。我放了水以后它就吸进去，一会儿就干掉了，然后放了水以后吸进去又干掉了，不但吸水它还吸油。我其实放了很多很多的黄油在里面，但是炒出来完全是干的，这个草炒出来完全就像炒了一盘鸡胸肉的感觉。然后吃呢，刚才汉娜送到我嘴里那一块呢，我的感觉我刚才已经介绍过了，我现在再吃一块嫩一点的，嫩一点的呢，就是也是这种感觉，就是像在吃剑鱼、鸡胸脯肉和木屑屑的这种感觉。它鲜味道呢是有一点的，有一点那种蘑菇的鲜味，所以呢它真的是会让你联想到一点点你在吃鸡胸肉的感觉的。但是呢它特别特别柴，我已经放了。先放了菜籽油，放进去炒了一会儿以后，发现就是瞬间就没了。然后呢，就放了一块黄油。然后大家刚才看到视频里面的黄油呢，我放进去以后发现化掉又没了，我就又放了一大块的黄油，最后发现也全部都被吸收掉了。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蘑菇是不是应该是要放很多很多的油它才会好吃，而且只能摘特别特别嫩的。我今天其实已经是摘的整个这个一簇里面最嫩的那一片了。特别特别嫩，那个嫩的那个尖儿其实还可以的，没有木屑的感觉，感觉比较像蘑菇。就不能往后吃，吃到后面这还行，吃到这儿就不行了，吃到这儿就有在吃木屑的感觉了，所以得要摘特别特别嫩的，然后也只能吃个尖儿，而且呢，这很难辨别它是不是熟了，因为它不缩水，它也不变色，它完全就是还是本来那个样子，挺挺的，完全没有。所以就是小伙伴们，我今天先拿水炖了10分钟。然后又炖了10分钟，然后又放了2次黄油炒，前后可能来来回回有半个小时了，所以汉娜都已经，我们都换上了睡觉衣了。那个，再过来尝试这个蘑菇，这个蘑菇的没有试过的小伙伴们可以试一下，但是我个人呢觉得还是，第一呢就是烹饪的时间要久，第二呢，我觉得我可能还是没有找对打开方式，我觉得就这么清炒好像不对，我下次试试看油煎，如果我有机会的话。但是这个蘑菇要油煎肯定是非常非常非常费油的，所以呢小伙伴们也可以在找到了这个蘑菇以后呢，可以不要摘多，不用摘多，我今天这么多肯定就吃不了一半，都像木屑一样，那个稍微摘几块特别嫩的回去试一试。如果你们找到你们喜欢的这个烹饪方法，觉得好的，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跟我们分享。吃还是可以吃吃的，吃那特别嫩的还挺好的，但是只有那种特别特别嫩的这种才好吃，好像后面的都不行。好了，感谢你们的观赏，希望德国快点下雨，希望德国的蘑菇赶紧出，我知道你们有很多也都已经非常想念蘑菇鸡了，让我们一起翘首期盼吧，下期见。